初奉明台柱龙剑生移民加拿大，归期未卜。初奉明三月中演员告别作已经暂别舞台，暂别爱戴他们的粤剧发烧友。这班此志不渝的捧场客，一半以上的年轻人，女性占绝大多数。或者是劇本問題啦，我哋演出多數嘅劇本都係才子佳人戲啦，咁樣係好似吸引多啲女仔，係咪多情啲？有啲咧真係十步風球，甚至佢結咗婚啦，係啊，湊埋個女就喺度嚟到等。冷天、熱天、落雨、好天，冷到咧嗰個 baby 真係食都冇得食，口唇都黑埋。我哋話你翻屋企啦。他们真的很哎呀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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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岁迷上龙剑生梅雪诗，而家佢读紧中二，好中意睇中国古典文学，诗词、戏曲、小说，样样都有心得。一得闲就转图书馆或者去书局打书钉。每日放咗学翻到屋企，辉仔第一时间开唱机听粤曲，一听就两个钟头。一日如是。睇大戏前，辉仔一定先睇参考书，了解套戏嘅时代背景。有时连剧本原著都睇埋，睇翻原著啊嗰啲，可以有帮助咯。了解嗰套戏，即系可以睇到佢而家个剧本同旧时个剧本有咩分别。譬如《牡丹亭》里边嗰句从来崔护啊，咁咪查下书，崔护系咩边个嚟咯？同埋李后主咪查下佢啲词啊。牡丹亭就睇下佢原著里边嘅书，再有时佢会引用啲句子睇原著，佢再叫你查第啲书咯，会查下《诗经》啊嗰啲咯。男仔年纪咁轻，热爱粤剧，可谓罕有。朝头早五点几起身，然后落到大会堂度排队买飞，排差唔多十二十三度啦。咁然后佢十点开卖，原本想买四场，但后屘净系买到两场咯。辉仔话有段长时间揾唔到朋友志同道合，要次次自己一个人睇大戏。好闷嘅，有时觉得，因为四周围啲人又会望住你，有啲人情问我点解咁细个嚟睇，我话我中意咪走嚟睇咯。同学点讲？佢话我唔 update 咯，同埋女仔男仔之间中意埋晒女仔嘢。辉仔话自己近呢两年已经渐渐由欣赏粤剧变为迷偶像，再冇以前咁严谨去选择剧目啦。而家成日睇初逢啊嗰啲，所以变咗。不是那么着重粤剧，变了以前看完剧本才看，现在成日看，即是成日看他们，有他们就看咯。好的就是中文啊那些会好了一点咯，即是留意多诗词那些。不好的就是成日变了，成日提住挂住那些东西，知道要测验，但是又想看戏，那就心郁郁的咯。读书的时候都很难没那么集中咯，精神。好多又真系睇住佢着校服一路嚟睇到而家，咁我哋一路都系同佢讲：你快啲读书啦，你快啲翻屋企先啦。而家啲好似仲好热情过旧时嗰啲，因为旧时嗰啲系从细个一路睇住我哋，跟住我哋同埋一齐，差唔多好似一齐成长咁样样。或者旧时我哋系比较含蓄一啲，或者有。或者已经咁有咁长嘅时间，而家新生有兴趣嗰啲，佢系好似疯狂一啲咁，热情一啲咁。Connie、宝琪同阿芬系龙剑生口中含蓄嗰一班，佢哋初中就开始睇初逢做戏，到而家有成二十年，
从未谂过要戒咗铺戏瘾。睇戏咧就虽然好攰嘅人好攰，但系精神方面咧就好似有精神食粮咁样吓，咁啊好振奋嘅咁样，咁即系要翻工可能会仲会即系容光焕发添。精通罗拳，戒军数字，李军李军，金刀永拳。公如除咗睇大戏唱粤曲，呢班戏迷一走埋一齐，话题永远集中喺偶像身上。会唔会个话题好狭窄啊？哇，有好多嘢，有时讲啊讲，好多嘢讲，我都通宵噶，真系可以讲。好似张相咁样啊，都好多嘢，讲下啲头饰啊，讲下啲衫啊，啲姿势啊，一个又去讲下去见到初捧嘅时候会有啲咩趣事啊，咁即系我哋有我哋讲啊，咁样。系啊，我以为佢。Connie 话初凤鸣有演出，佢哋一定捧场，一台戏十场，最少睇五六场。有假期亦都绝少去外地旅行，唔想错过任何睇偶像做戏嘅机会。譬如有时农历年嚟讲咧，咁人哋通常去旅行啊，咁我哋都唔会噶啦，因为好忙嗰段时间。忙乜嘢？忙啲睇戏咯。哎，俾咗我位，我搵唔到。初逢冇戏上，呢三个戏迷就会用啲时间去整理偶像嘅资料同相片。十几年嚟，储埋好多佢哋嘅纪念品。如果看到漂亮的照片，我就看看，如果覺得是值得做的，就拿去做一隻手錶來看看。人家收到的銀紙一般都洗了，我又有時發現都啊，個包特別，看看偶像的車牌，又收起它，當一種嗜好這樣。有些碑呢，都算是珍藏，因為很久了已經。譬如例如呢，就這裡有一張就是香港大舞台，那時候很小，跟家姐去看的，現在這間戲院已經拆了，現在變成合和中心。我喜歡收藏一舊的雜誌，因為他們裡面有很多他們的照片和他們的資料，即是覺得很珍貴。見到現在年輕戲迷的瘋狂表現， Connie 就自自然然想起自己年紀輕的時候。看看他們那些，其實跟當年自己是沒有分別，即係好，佢譬如話做好少嘢，好開心啊，或者見到架車啊，掂到佢啊，隻手啊，或者拍到佢啊，咁令佢又即係開心成晚瞓唔著啊，咁即係所以當年我哋都係咁。我哋自己大個咗，心態係唔同咗，但係咧其實即係對於佢嚟講，即係我哋熱愛佢嗰個程度咧，仍然都一樣咁咩嘅。不過我哋真係唔表現出嚟啊，好似我哋細個嗰陣時好難去同佢接觸啊咁樣，即係覺得佢哋好。更加高不可攀，咁但系即系而家耐咗咧，咁我哋即系仍然即系对佢仍然好尊重啊，仍然都系偶像咯。其实大家同埋见到面，咁我哋就冇当佢戏迷，又会成日都见到嘅。大家都好似系朋友咁样样嘅啫。有阵时佢见我哋喺台上，有啲咩唔好，咁啊散场就会话俾你听，今晚啲音响唔系几好，好紧张咁嚟同你讲噶啦。今晚嗰个灯咧又好暗啊，嗰度咁样，所以在我心目中嚟讲，又唔系觉得佢哋点样戏迷咯，好似朋友咁上下咯。以我知有啲咧，真系特登去学戏。咁佢又想學多啲戲咧，佢可以知道邊樣邊個動作係靚與好唔好咁，真係有人咁嘅。馬仔咪夠啦，好點啊？因為中意睇啊嘛，中意睇就自然會想去學。那個難度 去到哪裡，很想知道這件事究竟 是怎樣的咯。會覺得粵劇其實是很難很深的一樣藝術，它不是只是你懂唱就可以了，是唱、做、念、打四樣東西合拼，而每一樣東西都很難學得好。學完戲之後，你就會知道究竟它這件衣服可不可以穿在一個文人的身上，或者是一個武將的身上，同埋你會留意埋佢嘅佈景啱唔啱咯？有陣時同埋會細緻啲睇咧，就係有啲佈景會有啲詩詞喺度，但係佢嗰個朝代應該出現咗未咧？咁都會睇埋咯。嗱，有人會將粵劇迷分為即係偶像派同欣賞派，你覺得你屬於邊一類？開頭都有啲偶像派嘅，但係睇睇下就欣賞啦，我真係覺得。
始终开头令到我喜欢的是舞台上面的他。看完晒之后，其实这个艺术真的很丰富，是好看的。秀玲喜欢了粤剧十几年，试过特登看晒所有戏班的粤剧来做比较，结果最啱佢心水的是初凤鸣。新戏我多数是看第一场、最尾嗰场同埋中间嗰场，因为第一场你会发现有叫做几多嘅缺点嘅，好似一个排戏咁，同埋自己有个心理就是看自己的偶像要先睹为快。中间呢，你就是会知得到在中间的变迁啦，有啲咩更改呢？睇最尾嗰场咧就是嗰个气氛，我好中意嘅，一定很好嘅嗰、那个气氛系，因为杀科啊嘛，一定是最好嘅。你又八啦？呢晚秀玲约埋成班志同道合嘅戏迷一起做 cushion， 谂住喺初逢演出嘅最后一晚送俾偶像留念。点解今次会构思到做个 cushion 送俾你啲偶像嘅？即系虽然都买得到，但系即系自己做，我觉得自己有份心意喺度咯。即系譬如点讲啊，就话譬如我每叮一下，我可以祝福一句咁，好多句祝福咯。衷心祝你往后的日子岁岁平安，称心如意。临别在即，初逢三月中的告别作《长长满座》，忠实拥趸，晚晚捧场。有啲热情戏迷杀性请长假唔翻工唔翻学，日日去后台门口等见偶像一面。佢哋话等几耐都冇所谓。今晚系你哋偶像嘅短期内最后一次演出啦，而家心情点样？冇乜嘢讲。就好似而家嘅天氣咁，有啲離愁別緒。好無奈咯。唔係好捨得佢哋，想佢哋快啲再開，即係再開羅，有得睇佢哋咯。我相信佢哋都會好快翻嚟。我諗我難忍別離女，好有失落感咯。百般滋味在心頭，好複雜咯。睇埋今晚唔知幾時先可以再睇咯。辉仔曾经加入沙田粤剧团的训练班，升上中二后因为功课忙迫于退出，改跟私人老师正是学唱功。为了练习基本功架，辉仔即使怕丑也都要硬着头皮落公园练功。初头来练蛇兵望住好唔自然咯，即系个个望住晒你，都好得意咁咯。试过情有个细路同佢妈咪讲，佢当系打功夫，话要跟我学咯。秀玲属于理智型戏迷。由发烧粤剧到学戏，到而家渐渐爱上外省戏。学咗戏啦，之后睇粤剧嘅角度，同埋对佢嘅要求有唔同咗，觉得唔系咁满足到自己咯。反而睇外省戏咧，就俾咗呢一种嘅满足感我。
上海粵劇嘅呢個劇種俾我感覺係劇本好啦，演員好啦，節奏係好爽快嘅。自己學戲嘅時候最想就係睇到一啲好靚嘅工架台步，但外省戲就俾到啦，呢種滿足感好大。點整啊？Connie、寶琪、阿芬屬於重感情嘅戲迷，睇粵劇睇咗十幾二十年，仍然覺得百看不厭。粵劇裏面嘅歌詞啊，同埋佢啲景啊，每一樣嘢都你都會中意啦，咁你先至會去繼續去睇啊，同埋去繼續去接觸呢樣嘢啦。人係有感情，所以即係跟咗咁耐，咁即係仍然係唔會話覺得好疲倦啊，或者係點樣啊？會唔會係你哋未揾到第二樣嘢去取代？應該都不會的，你已經成了他說成了生活上的一部分了，已經習慣了，已經生活就是這樣了，已經一般假期啊咩事都去看戲，都很開心咯，覺得即係唔會話係需要話揾嚟樣去替代啊，或者係點樣，覺得有咩即係冇咩唔好咯，覺得。初逢會有一段時間可能冇戲上咧，你個感受係點？第一個感覺都有啲唔捨得咯，因為自己最中意嗰一班，話要暫停冇得做，咁有少少唔捨得嘅。但後屘再冷靜啲去諗下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過去呢幾年佢真係冇停過，不停咁去演出。而家就係一個最好嘅時間，俾佢哋靜低落嚟去睇翻以前所做嘅一切，去改得更加好咯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好似一篇好精彩嘅文章。暫時告一段落，加個句號，然之後隔一行，當佢揾到啲更加精彩嘅資料去完成曬佢，可能第日出嚟嗰個效果更加好。心理上面都即係覺得有少少離情別緒，即係唔知佢幾時再演出啦。咁即係其實每睇一晚戲，睇佢謝幕嗰一剎那咧，可能都會有不同嘅感觸嚇，或者感受咁嚇。所以捧場特別多。好長係啊，特別多，同埋就好珍惜咯。譬如每一晚你做在場嘅觀眾咁，你都想真係再細心去欣賞一下呢一套戲，去佢哋點樣表演啊，點樣成咁，即係作一個深刻啲嘅一個回憶啊！你啊，講你叫你生鬼嘅人咧、啊，我生鬼真係唔係。你只是生鬼啊！真的多嘴啫你。初頭當我知道我移民英國嗰陣時咧，我就周圍問下人啊，問下老師啊嗰啲咯。佢就話我嗰浮就冇得學，要去到倫敦嗰度先有得學。要搭兩三個鐘頭火車啦。如果要去嗰度學，咁你會唔會學啊？會嘅，應該揾到其他嘅嗜好嘅時候，你會唔會放棄粵劇？唔知啊，呢啲。大過啲先知。假如初鳳鳴唔再做戲咧，你估你會點？唔再做戲啊？廣東戲我相信我一定減少睇，係一定會減少咯。點解？我最中意嗰班都唔做咯，咁咪減少咯，盡量減少咯。今次佢哋暫別啦，你哋會唔會覺得有啲失落或者空虛咁？咁咪當然係會有少少咯，咁啊，睇個時間性係長定短啦，都唔係話真係冇咗佢唔得嘅，即係只不過係個時間比較長啲，即係變咗我哋嘅，即係暫時冇咗一種寄託咯。咁你哋點樣打發你哋呢段時間？
咁如果有一段時間係冇嘢睇嘅咁樣，咁咪可以睇下有啲乜嘢你認為有興趣嘅科目啊，可以進修其他嘢啊。我咧就會做下自己嘢啦。咁平時咪攞翻佢哋啲書出嚟睇下咁樣咯，做翻自己平時冇做嘅嘢咯，嚇、啊，即係諗翻啊邊度啊我冇做到，或者揾翻適當嘅嘢嚟做翻咯。過去十幾年，你哋都花咗多心思啊、精神啊、時間去追佢哋咧，值唔值得？或者有冇後悔？其實我覺得就。人生嚟講就好短暫嘅，咁譬如你空手嚟，你第日都會空手去咁樣。咁你應該係如果你嘅生活你覺得係有意義，你揾到自己開心嘅嘢，你揾到一樣嘢你覺得係好有寄託啊咁樣。你又唔影響他人嘅咧，咁我覺得係好珍貴嘅呢樣嘢。其實冇話值唔值得嘅，咁即係如果你覺得值，即係覺得係值得嘅咩成啊？咁其實係應該冇乜後悔咯，我覺得即係今生無悔啊！中人未散，完场后大部分戏迷都唔舍得走，要同偶像话别。往后嘅日子，继续等待，等待偶像重登舞台，等待另一场戏开锣。你知唔知我哋？